Amigo 的部分，我协同已经把它开完了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要开谁的？接下来我要开什么？洋基队 ，Yes baby， 来各位，洋基队也是另外一个指标性的。好，韩德森、马丁利、索利安诺跟基特，当然还有一张价局，这几张一定要把它搞定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冲洋基队。洋基队的话呢，我这边才三张哦，哇，尴尬。那你中外也一定要先给他，中外也先给他一张，好不好？各位来，韩德森哦，韩德森，我说韩德，你说森 ，point 十，大家一起来哈、哦，我说十点，你说好来十点 ，OK，Thank you， 训练，你要给他一个奇迹哈，来准备哈、哦，各位观众，韩德森 ，point 十 ，Lady。OK， 好，十点，好，准备了，来，十点停 ，OK， 十点停 ，OK， 十点停 ，OK， 十点停，啊，九点，啊靠北，你是在加力量是要加什么啦？尴尬，九点，算勉强，但是它力量变大，打击加一，速度，其实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呀、啊。这其实这可以吗？各位，你们觉得这可以吗？你们觉得还行啊？我觉得 OK 啊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韩德森他本来就是打速型的，打速型虽然说我这两个加的少，只有各加一点，但是我的力量加三，弥补他一个小炮，弥补他一个小炮。然后呢，传球跟手背加起来，我觉得好像还 OK 呢。吃一个98的加成看一下，我觉得其实是可以。然后你看到、如果吃个 TC 我还没放，如果吃个 TC， 或者是你看到、如果我今天一个职员的拉队卡过去到洋基队上来，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这个，力量最上啦、力量最上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勉强接受，这个不用洗，这先不用洗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来各位最重要的二垒这一张一定要冲。Alfonso Soriano， 来咯，记得给他吃好不好？各位一样十点啊 ，TC 还没装是不是 ？TC 哦 ，TC 还没实装。TC 的话用哪一个？我看一下速度啊，速度跟手背嘛，速度打击啊，打击跟手背啊，打击跟手背好了。好，先套用一下。好，不管它，这样 OK 了。竞赛看一下就好了，等一下再来。好，来索利安诺，协同训练吃基特好不好？各位观众来了啊，一样。我说十点，你说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十点啊，十点 ，OK，Thank you， 来准备，来哦，准备，各位观众 ，Point 十 ，Go，OK，、okay, 十点准备了，机器，好一个来听 ，OK， 来听，听，十点听 ，OK， 十点听 ，OK， 十点听，十点。啊靠北又九点啊，尴尬尴尬这个各位觉得怎么样？各位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手背加到三呢，速度加一，这烂吗？先放广告先，呵呵，这烂吗？这是烂是不是？
这个比较烂哦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这先留着。看一下，看一下他的 TC， 看一下 TC， 看一下战力分析。哦，速度一百啦，会塞啊，速度一百咧。各位可以啊，你看，速度一百。其实索利安诺这张的话，其实手背我觉得可以，105手背可以吸球呢，可以啦，各位，我觉得 OK 啦，因为二垒手不用传球啊，速度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啊，我觉得是 OK 的呢。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妈，我贝比鲁斯还没协同，我干嘛先去弄紫卡呀、啊？好险啊，各位观众，妈的，我黑卡应该先搞完再搞紫卡的嘛？你们都不会提醒，你们看台，你们要提醒实况组啊，各位，我们年纪大了，你们看台要提醒实况组 ，OK， 好不好？拜托一下，好、哦，拜托一下，来，各位，贝比鲁斯。给他含到最底，给他最高点，贝比鲁斯给他最高点，来个十点，然后呢加打击，打击加三，速度加三，手背加三，那就是最棒的，好、哦，这、就是个最棒的。如果说今天这个贝比鲁斯十点的话，我抽个杯垫给大家，抽个杯垫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来了哈、哦，准备，我要进行协同训练吗？是的，我要进行。来，各位帮我加一下哈！我说十点，你说来，准备来十点啊，十点啊，十点，十点，十点。啊，要吃哎，要吃法官是不是？哦，不，对不起，谢谢，谢谢提醒，谢谢提醒，谢谢提醒。对，法官不能吃法官，法官要吃韩德森，那就让这个一个传承。各位，我现在是用一个传承大法，贝比鲁斯哦，贝比鲁斯他本来就是洋基队右外野。他吃了他现在一个新生代的价值，所以呢，我希望他能够带给他一个十点，一个传奇的力量给他。OK， 来了，准备，注意啦，打速手各加三就好了，打速手各加三就好了。来准备，各位观众，贝比鲁斯十点。Lady Go，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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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来十点，就十点停，十点停 ，OK， 停 ，OK， 十点停 ，OK， 十点停 ，OK， 十点停，十点十点，干九点，啊靠背嘞，干，嗯，速度加零，搞我。这简直就是刘嘉玲，速度嘉玲，干超烂，这烂，这真是超烂，这真的是超烂，力守最上，这真的烂，这要洗，这应该是要洗，速度嘉玲哦，你这张纸卡其实我觉得就弱掉了，而且他又是守外野，这速度也要加的，我跟你讲这。这不要看了，这看了会丢脸。但是重点是我现在怎么找不到我的滑鼠？我滑鼠在哪边？在这边。好了，各位，哇，传球起巴了，还是看一下好了。哎，怎么？哎，看错了。啊，干扣啦，各位，你看，他不要加力量啊，贝比鲁斯不要加力量，贝比鲁斯要加速度跟手背啦。贝比鲁斯要加速度跟手背啦，这张要洗掉了啦。好，接下来 Jeter， 各位 Jeter 来 ，Jeter 吃韩德森。为什么我们先不用 Judge？ 因为呢 ，Judge 好、哦，因为 Judge， 他可能放 DH， 那我们先来弄 Jeter， 因为尤其二游是很重要的，二游是很重要的。Jeter 部分。不要加到力量，基德要加打击速度跟手背，打速手，打速手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来哈，准备，来，我要进行协同训练吗？是的，来了，各位观众，你们帮我加油一下，
你们帮我加油一下好不好？你帮我打十，在聊天室帮我打十，好，聊天室帮我打十。我说记得你说十，在聊天室打十好不好？谢谢，打十。一个十，你们不懂吗？一个一跟一个零，一个一跟一个零，对，一个一跟一个零。好，准备了啊，各位观众。Cheater 协同训练 ，Point 十，好 ，Lady Go。OK， 来 ，Point 哦，停 ，OK，Point 停 ，OK， 干啊干够啦。打束手加二，其实 OK 啊，就是勉强还行，他加的还不错，因为他是加打束手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加打束手还行，我觉得可以，我们看一下战力分析啊，尴尬，靠，力量90啊，尴尬，各位，力量90啊，难受，力量变90。但是有一个方法是什么？其实如果我今天用 ERA， 你看哦，如果说我今天用 ERA 紫卡过来。我 ERA 紫卡咧，我不是有张 ERA 的紫卡在这边，你看哦，如果 ERA 的过来，然后在 TC 的部分可以选这个速度加二，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。嗯，很好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基德还是没办法啊，干扣啊，尴尬。